我们几个这次来呢，是想跟你说说这个赔偿的事儿。那个，你看我们修这个红旗渠，给你们呢造成了不少损失。那个具体应该赔偿多少钱，你们算出来了吗？老林啊，你要这么说可就太见外了。你看，就前不久，你们还给我们提供了那个救命的粮食呢。我看这个事情不要再提了。哎，一码是一码，那是我们应该的。再说了，这个修红旗渠啊，是我们临县的事儿，但是不能让你们受损失。不管怎么说啊，你们平顺还有我们临县，在行政上毕竟分属山西、河南这个两个行政区。这个事情你们非得这么处理，我看没有必要吧。刘书记，我们这次来呢，不仅要确定这个赔偿金额，确保临平两县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还想跟你们签署一份红旗渠在山西境内使用权的协议书。因为咱们都是过来人，不能在百年以后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糊涂账啊。哎呀，老林老李，看来你们想的比我们长远啊。我看这个事情要是不让你们赔点钱，你们肯定也不答应了。这样吧，你们三个呢先住下，我通知下面有关的这几个公社，让他们报个数据上来。行。在座的都是各地委的负责同志啊，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我先给大家吹吹风。河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我就不说了。根据调查组调查的情况，河南一些地方的人民群众在这场自然灾害中蒙受的巨大损失是和个别领导同志在工作中存在急躁蛮干是分不开的。这次干部会议就是要纠正错误，亡羊补牢，但也绝不能一刀切，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听说临县引张入林修红旗渠，水利建设搞得就很不错嘛。焦副部长，临县修红旗渠，省委和地委没有支持，完全是靠临县一己之力。临县县委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安排临县河山。这个口号提得好啊，符合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哎，那个县委书记叫林杰。对对对，就是林杰。嗯，焦副部长，关于修建红旗渠，还有林杰同志，省委地委的很多同志是持有不同看法的。哦，这是新乡地委副书记于峰高同志。于峰高同志，你说说这个情况。林杰同志，在国家经济形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上马红旗渠工程，您说，这是不是急躁蛮干的典型啊？老于，老方，你让于峰高同志说。老林啊，哎，这个是他们公社统计出来的一些数据，哎，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你看。不对吧？这个怎么了，老林？是不是他们写多了？哎呦，没有没有，说实话啊，我们觉得呀，这个算少了。我说过了，亲兄弟得明算账。哎，我们也算了一笔账。老林，拿来，你看看我们算的啊。老林啊，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呀。36万。啊，这太多了吧，老林。这不多不多，这个我们呀，咱们这两个县啊是邻居，那邻居那就是兄弟县，互相帮忙是应该的。这不行，这太多。我们那样算的一点也不多，只是说呢比你们那个呀算的细致一些。你看啊，我们修这个红旗渠，占用你们的土地，毁坏你们的房屋，占用你们的树林，有些树木呢也让我们给毁坏了。还有呢，红旗渠今后对它的维护和保养也得靠你们，所以呢，我们真是精打细算，算出一个这个数字啊。他在这个时候上马红旗渠工程，
当地的很多群众还是有很多怨言的。哦，群众怎么说？群众说，修红旗渠工程为了出风头，不顾群众的死活。婉瑜，这只是个别人的观点吧？临县缺水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吗？临县缺水的情况我了解，我也不反对临县县委的同志们带领群众摆脱缺水的困境。我们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只是希望等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之后再上马这个项目。于凤高同志的考虑也是符合现实情况的，这一点我跟他们一再强调过，可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更为严重的是，百日休整通知下达之后，他们明一套暗一套，偷偷留下一部分民工继续施工。于凤高同志，那你们这些地委干部是干什么的？这样的县委书记就该撤职。我向省委地委提出过这个请求，可是没有得到回应。焦副部长，于凤高同志，你通知林杰同志，这个会议他必须参加。是。那也不行，不行，这太多了，太多了。平顺县委。喂，你好，我是老许啊。我们林书记在不在？啊，你们林书记啊，在呢。你等会儿啊。哎，林书记，你们老许。哦。喂，老许，什么事儿啊？怎么追这儿来了？啊？我跟你说啊，地委的于副书记啊，刚从省城来电话了，让你啊明天去省里参加这个农村的工作会议。哎呀，我这走不开呀、啊，跟他说说，给我请个假。我跟于副书记说过了，你不在临县，可是于副书记说必须得参加。我这实在是走不开啊，那这么着，我让孙寿同志去就行了啊，就这样。老林，到底怎么回事？明天省里边啊要召开粮食会议，你得赶回去参加这个会。好。老于啊，我觉得这次吹风会啊，你对红旗渠项目和林杰同志是不是有误会啊？哦，咱把椅子坐下说。哎，方书记，在修建红旗渠这件事情上，林杰一向是固执己见的，他明一套暗一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老于啊，临县情况不一样，你这样向领导汇报情况片面了，对林杰同志也不公平。方书记，我这么做是为了党，为了人民，同时也是为了林杰同志着想。老于，方书记，林杰同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实存在的。石厚同志，于副书记，坐。林杰呢？他和绵阳同志在山西平顺协调红旗渠赔偿的事儿呢，实在是来不了。我亲自通知他，他都不来。你知不知道这次会议对他有多重要啊？是是是，这不派我来了吗？林杰在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什么错误了？中央百日休整，你们停工了吗？从狼牙山隧洞的进度来看，我就知道你们没停工。就这？这只是其一。还有啥？省委这次会议主要是纠正河南省前段时间工作上的急躁蛮干，红旗渠是不是错误典型？于副书记，这错误的帽子可不能扣到我们临县同志。同志，你不要和我狡辩。那老林，就按照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事项，我让办公室先打出个协议出来。行行，那个还有个事儿啊，就是那个修红旗渠呢，我们现在啊
这资金也紧张，能不能先付给你们15万？剩下20多万呢，我们争取啊，2年之内一定付清。哎呀，你看看老林，这个我就得说你几句了。你们现在既然资金这么困难，那赔偿这个事情咱们就先不要说了吧。哎呀，老刘，我们就是怕山西同志知道这个情况，连赔偿的事情商量都不跟我们商量，所以林书记才放到最后提这个要求的。你说呢？哎呀，林县林杰同志来了没有？林杰同志在山西处理工作，来不了。我是林县的副县长孙世厚。林县修红旗渠，国家那么困难了，全国老百姓都在勒紧裤腰带，可是林县县委在干什么呢？不顾老百姓死活，硬是抱住这个项目不放，组织大批民工上山修渠。蛮干呐，出什么风头？这个错误，林县县委书记林杰应负主要责任。纠正错误思想，把错误的前进方向扭转到正确方向上来，是我们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今天下午，大家分组讨论，要接受红旗渠惨痛的教训，揭批错误思想造成的危害。说话还是要讲一个方式方法。方叔，先吃饭，收收你的脾气啊！哎，方书记，你看今天这会上，世厚同志，先去打饭吧。方书记，气都气饱了，我哪吃得下？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嘛。方书记，我们林县的情况您最清楚，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林书记受委屈？世厚同志，黑白是非啊，不要争这一时。对，世厚同志，林杰同志的问题跟你没有一点关系。我就不信还没地说理了还。哎，老孙，你说这个孙世厚啊，我要参加新乡小组的讨论，红旗渠是纠正一些同志错误思想很好的典型。大家都愣着干什么呀？林杰同志的错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今天批评他那是为了帮助他。都不说话是不是？葛大年，你先来。我对林县的事情不熟，对林杰的工作呢没什么可说的。那其他人呢？总得表个态吧。那我先说，林县县委在粮食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坚持修红旗渠，确实有些急躁了，为了出风头完全不顾群众的利益。是上面有人支持啊。够了，你们了解林县的情况吗？你们知道林县的百姓心里想啥吗？只有没良心的人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孙世厚同志，你要端正你的态度，批评林杰同志那是为了纠正他的错误，那是领导偏听偏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领导就真的了解我们林县的情况吗？不还是听了一面之词吗？余副书记，我知道，我就是因为当初林书记修红旗渠的时候没有听你的意见吗？你可以对林书记有意见，可是不能牺牲了红旗渠啊。孙世厚同志，余副书记，反正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有什么帽子就使劲扣吧。
修红旗渠。林书记，还有我们临县县委，我们问心无愧。你可以把这就当成我的发言，向上级汇报吧。很好。孙世厚同志，既然你坚持你的错误思想，执迷不悟地帮助林杰同志，那我只能向上级汇报了。我已汇报，我都听到了。看来孙副县长很生气呀。我偏听偏气，我看是你的思想出了大问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还老虎屁股摸不得。焦副部长，无论怎么说，你说我们临县修红旗渠是错误思想，我不服。小孙，小孙，好嘛，比我的脾气还大。李凤高同志，地委的组织手续不能拖了。林杰同志还没来吗？还没有。老于啊，你马上通知临县县委，让林杰同志赶紧来。是。有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那行，你们要是认可这个协议呢，我就通知他们各公社，下午就到县委来签字。好，好，好。那行，好。平顺县委，刘书记啊。哎，我是临县的老许啊。哎，我们林书记在不在？哦，在呢，在呢。等会儿啊，老林，我找你呢。你可真是个大忙人。喂，我林杰。老林啊，我跟你说啊，这次会议啊，情况不太好。怎么不好啊？啊？老孙呐，从省里回来了。哎，你手头的事儿要是没办完，你交给老李吧。啊？我已经派车，让崔师傅开车去接你了。不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红旗渠挨批了，老孙也被停职了。刚才方书记来电话通知，让你尽快的参加省里的会议。老孙被停职了。林书记，哎，你怎么回事啊？啊？会上为什么要顶撞领导啊？我也不知道余副书记是怎么汇报的。反正大会一开始，焦副部长就点名批评咱们林县，说咱们红旗渠是典型的蛮干，还说咱们县委不顾群众死活。我就在小组会议上发表了一下我个人意见，我就被他们给停职了。那方书记呢？啊，方书记是不是也受到批评了？我觉得应该是。方书记一直劝我来着，他让我冷静冷静。那个，但是我听他们颠倒黑白那么说，我这心里这我后来我没控制住啊。你什么时候控制住过？焦副部长，走吧。好。老肖，今天在会上批评了林县的同志，我是不是有点太激动了？焦副部长，您是担心错误思想会给河南的工作带来损害，想下一副猛药。不过这有林县的红旗渠啊，我们只是听说过，不了解具体的情况啊。林县的孙同志看样子很不服气，河南省委方正农同志也有不同的意见，难道真是我偏听偏信了？于峰高同志是地委副书记，按说呢，对红旗渠应该很了解。不过，会不会只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这样吧，老肖，你带上两个人，去趟临县看看，向群众了解一下红旗渠的情况。好。
焦副部长，这位就是临县县委书记林杰同志。焦副部长好。林杰，挺年轻嘛。请。今天我们参加新乡小组讨论，没带嘴来，只带着耳朵。啊，大家坐吧。我们继续对急躁蛮干思想展开批判。以临县的红旗渠为例，反思错误思想带来的危害。谁先发言？是不是林杰同志在这里，大家都不好意思发言了？余副书记，就别难为大家伙了。既然说到红旗渠，那我就先说。纠正错误思想，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说修红旗渠是犯了蛮干的错误，我不同意。因为这个原因，停了孙世厚同志的职，我也不同意。哎呀，好好好！又做了几十双鞋。咦，给宋工地太好了。俺跟他说呀，这百日休整马上就结束了，工地又要开工了，工地上可费鞋了，那有空再多坐下啊。啊，中中中，谢谢啊，好好好。哎，老魏，来来，把这鞋数数。好嘞，啊，数数多少双啊？这就是红旗渠的工程示意图。哎，这几位同志，老乡啊，好，啊，咱看着呢，不像是俺县上的干部啊。啊，我们是路过。哦，听说离县在修红旗渠，顺便过来看看。哦，好，好，好，那好好看看。哎呀，要说修红旗渠啊，这真得感谢共产党，感谢俺林书记和县委的领导啊。你们林书记？林杰嘛。哦，那不认识，要不是林书记帮着俺引章入林呢，俺这临县缺水这个事情啊，俺不知道要过到猴年马月呢。啊，哎，老乡，我听说有人强迫你们做些事情。啥强迫？哎呀，这修红旗渠是给俺临县老百姓办好事呢，那还用得着强迫啊？能到这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看看谁不是打破了头都争着去呢？对，哎呀，老乡，我听有人说啊，临县修红旗渠是你们林书记和县委的人想出风头。这是哪个混账说的？这话你是听谁说的？是哪一个没良心的说的？就是、要是修成渠了，我看他怎么有脸喝这水。是啊。是。哦，不过我看您这好像是远道来的啊。我们是从河北过来的。哦，那就难怪了。如果要说林书记带着领导班子修红旗渠是出风头，那这风头可是出尽了。大爷，您这话的意思是？俺三个孩子都在工地上干活呢。俺听俺孩子说呀，林书记和县委的领导跟他们干的是一样的活，吃的一样的饭，他们的口粮比工人们还要少四两呢。是。如果说这是出风头，哼，那俺看这风头出得好。老乡，我问你一下啊，我们开车去红旗渠怎么走啊？哦，您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走，走了出了那个城门往右拐，进到山里就看着了，那都是工地。哦，啊，行，老乡，你忙。好好好，好，好好看看啊。要说修红旗渠是错的，必须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那我是县委书记，这个责任应该我来承担。是错误的思想给基层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我们呢其实也是深受其害的，但是我们党还有一个宗旨，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在国家极度缺粮食的情况下
决定上马红旗渠，我们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红旗渠修到现在，没有因为修渠而饿死过一个人。啊，焦副部长，他说的是事实。几个月前，临县县委拿出1000万斤粮食支援了其他灾区来着。在座的大家伙儿，到过我们临县，看一看临县老百姓生活的现状，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修这条红旗渠。去年大旱，我们临县所有的水利设施全都失灵了。临县的老百姓，那拖家带口的跑到几十里以外去挑水回来喝。有好多老百姓都要出去逃荒。当时是我在老百姓面前立下军令状，我说给我个机会，我一定会把水引到临县来。去年大旱，如果今年再大旱呢？明年再旱呢？我怎么给老百姓交代？我怎么跟老百姓说呀？那时候我只能请求地委，请求省委。那我们临县县委呢，靠的就是等、靠、要。我觉得我们临县县委不应该那样做。老林说的在理，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一切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所以我们才决定上马红旗渠的。小组长，你看，啊，同志，哎，你好，同志，你好，你好，哎，同志，你们这在后面跟了一路了，再跟啊，就到前面红旗渠指挥部了。我们就是想看看红旗渠啊。那你们应该顺着公路往前走，去看一下修好的一期工程。俺们这是往二期工程送物资的。司仪同志，我问一下啊，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民工们在山上修渠，大家都愿意吗？前几个月，县委领导要求民工下山。多少人哭着喊着不愿意下山，您说他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张师傅，哎，他们都在等你呢。好嘞，那个三红姑娘，你带这几位同志到一期工程那去看看。好，哎，好嘞，你去忙吧。你好，我是平顺县大王屯公社的妇女主任三红，走，带你去看看。走。上马红旗渠工程，我们是上报地委、上报省委的，省委地委给我们的指示是。让我们临县县委自己决定，我们县委办的所有的成员都到基层去了，反复的调研，反复的了解情况。我们觉得临县我们有这个能力来修这条渠，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如果说红旗渠犯错误的话，那就是我把修这条渠想得太简单了。当时我想，我说2年怎么也能修完了，但是现在看来没那么容易，时间要拖得长一些。这以上呢，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您可以随时派人下去调查。还有就是因为修红旗渠停了孙世厚同志的职，我不同意，我是县委书记，有错误应该我来承担。我最后阐明一次，如果到现在还认为红旗渠犯了急躁蛮干的错误，我不同意。我发言完了。那么暂时先休会吧。肖组长，哎，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对。这么说你是从平顺过来的？对啊，我最近刚好没什么事儿，就过来帮忙了。三红姑娘，哎，平顺人是怎么看待这条渠的？一开始
林县他们过来说要修渠，占我们的地，砍我们的树，还炸我们的山，一天到晚开山放炮，闹哄哄的。其实大伙都特别不乐意。那三红姑娘，这林县这么对待你们平顺百姓，你们还主动愿意过来帮忙啊？后来林县说赔偿我们平顺的所有损失，还帮我们开荒，还帮我们种地，我们都没话说了。哎，我们看他们修渠实在太不容易了，就都去帮忙了。这你来我往的，平顺和林县啊越来越亲了。哎，前面就到了，小心点儿。这也太壮观了吧，这得费多大心劲，能在这半山腰间修这么一条渠啊。小组长，这工程太伟大了。小组长，我们要找一些民工了解一下情况啊。我看没必要了，如果不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期盼，这么宏伟的工程是难以修出来的呀。哎，同志，你们找谁啊？我们是部里派下来的调查人员，想见一下你们现在的负责人同志。这样。哎，李县长，这位是我们林县的李县长。啊，县长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小组长。好，李县长你好。我们是交付部长派下来调查林县的实际情况的，我想先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给交付部长汇报一些问题。啊，这是我的工作证。水生，孙红，孙红，您咋来了？我给你带了红薯干，拿着。你上工的时候饿了，你就吃点儿，别饿着自己。你看你瘦的。孙红，你真好。我什么时候不好了？行，那俺先去上工了。嗯。回去吧。我们真是犯官僚主义了。说得详细点。教副部长，林杰同志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很高啊。我可以看得出来，老百姓啊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们也亲眼看到了红旗渠的一期工程，那场面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哦，那我们确实是偏听偏信了。教副部长，我坚信如果不是临县的老百姓对水有着发自内心的渴盼，那么艰难宏伟的工程只靠县委强行命令绝对是修不出来的。国家形势这么困难，临县还能做到这一点，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嗯，看来是我们错了。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的偏听偏信让一心干工作为群众利益着想的同志受了委屈。谢谢，谢谢调查组实事求是的调查。老许啊，哎，你晚上安排一下，咱们几个陪肖组长好好喝两杯。林县长，这不行，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给我们在县招待所安排两个房间就行了。明天我们就回去给交付部长详细汇报了。那行，那你们先好好休息一下。小周，哎，你带肖组长他们去招待所。好嘞，好，林县长，再见。再见，再见，肖组长，再见啊，再见。老李啊，那谁啊？那谁啊？
林杰同志。哎，交付部长。大家都坐吧。同志们，今天我得向大家检讨啊。前几天我在大会上对临县县委修建红旗渠提出了批评，认为临县县委和林杰同志犯了急躁蛮干的错误。但是今天我要对林杰同志，对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表示诚挚道歉。这两天我委托部里的肖峰同志去临县了解了红旗渠真实的情况。易凤刚同志，我们都犯了官僚主义啊，急躁蛮干的本质是什么？是不顾实际，盲目激进。但是临县修建红旗渠没有这样的问题。临县修建红旗渠是在不存在缺粮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的。省委、地委又把决定权交给了临县县委。那么临县县委带领人民群众修建红旗渠就不是犯了错误，而是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好典型。老李，那是交付部长派来的调查组啊。对呀。一个小小的临县，现在既有地委派来的倪老兄的检查组，还有交付部长派来的调查组，真热闹。那看这个情况，红旗渠不是什么反面典型啊？当然不是了，还有可能是正面的自力更生的典型。哎呀，咋搞成这样啊？老童，你啥意思啊？那调查组根据事实调查出来的报告是我们每一个临县人民都希望看到的。那调查组就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我们红旗渠本身就没有什么问题啊。老李啊，你也别什么事都瞒着我，我也是临县人。咱们关上门说话，你们有没有问题，我心里还是清楚的。那你跟我说说，我们有什么问题啊？我问你，百日休整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还在山上面干着呢？你不是一直在监督吗？抓到什么了？没有吧？那粮食呢？粮食，我们刚支援了灾区1000万斤。好，红旗渠这么大个工程，一定花了不少钱吧？这么多钱里边，一点问题都没有？财务上，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告诉我，红旗渠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了？差不多500万吧。500万？我以前可是干过办公室主任的，咱县里有多少钱，我心里清楚得很。林书记，后来又去借了一些吗？借了300万，对，300万都是借的，那将来怎么还？这个不用你管，这笔钱只要国家不调走，县委就不用还。你这么说，这笔钱是林书记挪用的？林书记怎么能是挪用呢？你别说啊，
啊。林杰同志，会开完了，又把你留下来，是想谈谈红旗渠的事儿，啊？不是都谈的差不多了吗？不会有什么别的情况吧？这次农村会议错误批评了红旗渠，给我们也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想教育课。临县县委以人民的利益为先，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修建红旗渠，难能可贵啊。我们实在是坐不住了。我跟老傅商量了一下，临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山区的缺水面貌。省里要是如果没有一点表示的话呢，那实在也是说不过去啊。方书记，那个具体的表示是什么呀？省里决定把今年全省能结余的经费啊全部节省下来，用于支持修建红旗渠。但是能省多少，目前还不清楚。真正能给你们支援啊，只能等到明年了。林杰啊，你就当我给你先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吧。